六味地黄补肾填精丸，补气补血，温肾壮阳，愿男人生活更精彩。浴室品牌，值得信赖。有请南方选手，来自俄国，阿晨 ，Push Putlin。掌声呐喊声送给我们主场河南的选手，来自金盾特标搏击训练营中国最帅的散打冠军李子凯。昆仑 fight。南方选手身高182公分，年龄21岁，职业战绩14战11胜3负 ，IPCC 世界大赛莫斯科站的冠军。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Russian Federation, Artem Pushputin。红方选手身高178公分，年龄只有19岁，职业战绩37战29胜9负，是中国世界青年散打锦标赛的冠军。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China, China's most handsome fighter, 李子凯。本场比赛有请场上裁判。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周口站的比赛现场，我是现场解说陈佩。我是全方位格斗馆负责人蔡志贤。啊，现在比赛已经开始。Stop！ 现在俄国选手是蓝方，红方选手是中国的李子凯。俄国选手他们教练团熟悉的是泰拳跟他们的桑博，哦，桑博是他们俄国国家的一个武术，就像中国的一个散打一样。哦，这个，我看到过很多俄罗斯的综合格斗还是水平挺高的。哎，是是是，那两位都是年轻人，一位19岁，一位21岁。这 Pasporina 平常就是听音乐了，然后戴着耳机也不太讲话。那上场啊，哎，蛮凶悍的。啊，双方在那拼拳。那 Passport 呢，手长脚长啊，他擅长用这个肘膝攻击，不过在目前哦是不能用手肘的。绕到最后，绕到对方背后呢，也是他擅长的一个技法。
啊，这是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可以用膝，但是不能用肘。对。那 Pasporin 呢，还有一个特色啊，如果你要接近他的话，他会直接把你推倒，啊，因为他推的力量也相当的大。第一局双方需要互相了解，对对对，各自的技术特长。我看蓝方试图打个肘，好像。对。他太习惯用肘了。李子凯的拳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并没有完全被打出来。李子凯曾经跟郑昭玉打过，啊，当时他的拳腿组合是做的比较不好，在这一次比赛啊，他拳腿组合明显进步很多。上一次的比赛的话，这个李子凯打得很出色，差点这个赢了维克多。哎。他要做一个跳踢，那有点冒险。这个跳踢有打到这个蓝方选手的肋骨，鞭腿非常的重，很重啊，因为是用跳踢的方式啊，正蹬腿可以，但我觉得蓝方选手也非常的硬，对他的这个前进带一个膝撞，你能感受到，其实踢到他的臂上，他没有太大的，有点可惜，撞到了这个红方选手的髋骨，撞到了骨头上，杀伤力小了一点点。双方还在做这个试探。可以适当打个反击，南方选手现在把可以打个反击，鼻子可能出血了，红方选手鼻子有可能出血了。接腿，但接腿没有加一个重后手重击，有点可惜。蓝方选手已经绕到这个红方选手的背后。好，比赛已经开始。这个李子凯在上场前呢，做了一个怒吼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士气的方式。对，他必须提升士气。第一局我觉得他并没有打开来。对啊，这个被接腿啊，接腿摔，太可惜了。这个蓝方选手也很硬。对，不过李子凯的特色是他的意志力相当的坚强，即使之前被这个 Victor 压着打，但是他一样没有放弃啊。虽然脸上都有痛苦的表情，不过他一样坚持到底。所以自由搏击比赛实际上是不太让抱摔的。对。另外，抱摔其实也不占便宜，消耗体力，但并不得分。对，那不过一进到抱摔的一个阶段了，双方可以很直接的感觉到力量是压过对方还是被对方压。是这样的，是脚力的过程。哎，对对对。一接触大概就知道了。像我们也有一位选手啊，跟国外的选手一比啊，一抱摔，然后再就知道，只有就被推到很外面的擂台外面。哈，这是一个，这是外德和，实际上是个中国式摔跤。对。现在李子凯的攻击有点单一，应该多做一点。对，李子凯现在没有找到打击对方的方式，我觉得打得有点被动。他的前蹬刚刚做的有点没有威力啊，他的一个低扫腿也没有扫得很准确，打这个打得有点麻木。李子凯，李子凯没有打出来，又背对对手，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对，不太好说，背对对手其实不太好说，一直开球。上一场比赛呢，就是对背对对手，代表着你有点怕了。应该是做好防守，但是呢，做好这个打迎击的准备。对，应该有效迎击，就可以阻止对方的这种进攻。这个南方打的还是挺被动的，对，南方选手的西装可能也没有做得很流畅，要做不做了这样子。双方体力啊，似乎都是已经消耗了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三十秒。哦，转身过来，门票压着打，继续。听到李志凯的吐气声，他尝试着调整一个体力，有点挡不住他。对对，对方比他更硬。这个情报的非常紧，我叫 clinch 的，整个把他头都夹住了。李志凯这样抱是有点奇怪的一个做法。南方选手的腕度准确的打到一个红方，双方教练啊，在对选手的照顾方式不太一样，对方力量更大一点。哎，对对对。哦，这个后手重拳非常重。对方在打后手直拳，哎，要把手拿起来，防止对方的后手重拳。李子凯的拳应该是挺好的，但今天我觉得没有弯腕。他也有弯度，只是打到后脑，有点超过了，没有对准。打的有点乱，对，主要在对方的压迫下有点乱脏法。这一回一开始李子凯看起来体力就有点耗尽了，有点太早了，这样对来说有点危险。像刚才这样的应该是太早做边，对对对，对方转身踢的时候有个不要浪费了，因为 那么大动作的一个高边腿，对，可以把它接起来，防守是没有的，这是应该抓紧时间攻击头部，或者说对支撑腿做一个扫腿动作。像维克特就是表现了一个，就是接腿的时候直接用高边腿扫倒对啊，不错不错，蛮漂亮的一个动作，打击了对方的士气。这个弯兔腰力差了一点点，哦，如果腰能够腰胯多转一点的话，可以打中，可以打个重击，对，太可惜了，而且没有组合。打中了以后，刚才这个弯兔打的，刚南方选手的有点像这个边腿，有点像西装的味道，哦，反正他的整只腿都撞进来了。这个李志凯的，反而自己后退了，对自己的重心抓的不好，没有站住，被压到的角落。李志凯要好好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跟体力。哦，剩下最后的56秒，啪啪，这个弯兔打得不错。其实李志凯可以打前手摆拳。对，他的弯兔后最好再接一个东西，会，比较好。前手摆拳。又差了一个，他就是原地的弯兔，你没有前进是打不赢的。而且其实打到力量也是不够。对，你要前进弯兔，再加一个前手勾拳或其他的动作。还是一样弯兔老招，这样的话不容易击中对手。
Kasper， 你觉得他胜券在握，高举他的双手。好，全场都帮李志凯加油。有玉树临风外号的李志凯，打了一个后手以后，应该有。哎呀，这个重拳太重了，让李志凯整个失去重心。哎，不错不错，这个应对不错。时间到，太可惜了，这个比赛会输掉。哎。本场比赛结果经过裁判裁定，一号裁判。